原标题：齐达内早已告知球员今夏离任皇马劳。囧叔二选一，齐达内和皇马的合同签到了2022年夏，但他今夏看来要第三次提前离开伯纳乌了。在2006世界杯后，齐达内在合同尚未到期的情况下选退役。在2018年夏天，齐达内在欧冠三连冠后激流勇。如今 On the Zero 电台报道称，齐达内在一周前就通知球员他下赛季不会继续执教皇马。在一周前，皇马在赛中对阵塞维利亚，在那场比赛前，齐达内将自的决定告诉球员们，也许齐祖是想激励球员们了自己而全力争胜。当时皇马只要赢球就降领积分榜，但令人遗憾的是，皇马最终2-2艰难战平维利亚，白衣军团仍然没有拿到夺冠主动权。今皇马将会客场对阵 B8。 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，达内简直明示自己将会离去，我的未来我们还两场比赛要踢，现在问这个问题非常无聊，我不到会发生什么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在皇马能过一天看一天，我不会逃避，不会推卸责任，我努力到最后，然后可能就会迎来需要改变的时，有时候需要留下，有时候需要离开，这是为了大好。齐达内要告别皇马，谁会成为他的接班人？从前情况来看，劳尔和阿莱格里是两大热门。劳尔前在率领皇马 B 队踢升级附加赛，他在更衣室内威望毋庸置疑，而名记罗马诺则表示，皇马已经处了阿莱格里，并且收到了囧叔的积极回应。美镜报称安切洛蒂也有可能重返皇马，不过这一能性就相对小得多了。至于勒夫，近期西媒尚不能看到他的名字了。责任编辑。